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挥掌闪亮，梦想将起航。响啦啦嘿，炫酷变装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粉红色的羽毛裙子，来跟我坐，咬耳朵，咬耳朵。练了一早上，大家都跳得不错，下面该小美了。小美出场。小美，小美，小美，只有七十分啊。这都第97套了，还是没有找到100分的裙子。风暴、闪电，你们觉得这套怎么样？啊，闪电！什么什么？好看，好看，对吧？好看。你不管穿哪件都好看，这一件更是最棒的。就是。警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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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是孔雀一家。护卫队，我们的妹妹小美不见了。啊！小美，我昨天刚见过她呀。彩虹，根据最后见到小美的时间，划定寻找范围。嗯，显示任务坐标：森林舞会。宇宙护卫队。出发！风暴击车，彩虹击车，闪电击空，早上训练快结束时才发现小美不见了。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小美准备了这么久，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？小美是不是被人绑架了？她会不会出事儿了？小美，小美。小绿别担心，护卫队一定会帮我们找到她的。我们到处都找遍了，只找到了这个。啊，粉色的羽毛。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绑架小美的人留下的。哎，闪电，你去哪儿啊？闪电，等等！一哒哒，二哒哒，三哒，哎，闪电来跳舞了、我还有任务，下次吧。一哒哒，二哒哒，三哒哒，你的羽毛是哪儿来的？闪电？不对，不是他那种羽毛。那这会是谁的呢？交给我吧，这是火力，哎呀！啊！闪电，你的脸，那这个羽毛是？是火烈鸟的。我明白了，
小美昨天来找过我。哥哥们是男孩，都长得特别漂亮，而我是女孩，从小就灰秃秃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直到给你找到100分的装扮为止。小雨点过来。啊，彩虹。我们看下一件吧。哇，好美呀、啊！彩虹，就是它了。没错，就是它。小美一定是用装扮镜的方案，给自己做了那条裙子。而做裙子用的羽毛就是火烈鸟的羽毛。啊，这得多少只火烈鸟啊！今年舞会，火烈鸟一大家子全都来了。啊，对对对，他们都在湖边准备呢。这里粉色的一大片，小美在哪儿啊？金色丝线，小美的裙子就是用那个织的，那一定是小美。小美看起来好开心啊，和昨天完全不一样了。哥哥，彩虹，你们都来了。小美，小美，哎呀，小美，你可把我们急坏了。哥哥别担心，我和他们玩得可开心了。哎，彩虹，你看我漂亮吗？我用火烈鸟换下的羽毛做了这条裙子，很漂亮。可是小美，你好像把自己当成火烈鸟了。火烈鸟多漂亮呀，粉色的，美美的，他们都没认出我来，还以为我是他们的同类呢。小美，这裙子绑在你身上，你连飞都飞不起来吧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预言准备，开始。我去跳舞了。第二组，起飞。第三组，注意姿态。哇，耶！太美了。全体火烈鸟，开始盘旋。哇，小美飞那么高，都已经看不见了，好厉害啊！啊，坏了坏了，快让小美下来！火烈鸟能飞上万米高空，可孔雀只能飞十几米高。小美，小美，旋转，俯冲。下面是自由舞蹈时间。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快拉我一把！救命！我去救小美。闪电之术！小美，小美在哪儿？他们全是粉色的，我找不到小美。啊！只能使用装扮镜了。取消装扮功能，显示初始形体。小美在那儿呢。风暴，送我上去。风暴力量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小美，来！彩虹能量。谢谢彩虹姐姐，幸亏你救了我。没关系啦，也怪我没有考虑周全，光想着要漂亮，却没想到这条裙子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你还是脱掉吧。羽毛裙子这么漂亮，以后我不飞那么高不就可以了吗？你看外面这么多好看的羽毛，它们又柔软又漂亮，就像粉红色的雪花，怎么可能带来麻烦呢？闪电，快快出去救闪电，抓紧我，咱们要暂时收起泡泡。彩虹能量发射。彩虹，小美，别怕，我有彩虹能量。
们抱在一起，我接住你们。这样太危险了！小裙子，真美呀！哇！小美，小美，小美，彩虹，谢谢你救了小美。别这么说，小美也帮了大忙呢。小美还有时间，我们去给你准备一条新裙子。我觉得我的灰色小短裙就挺好看的。闪电呢？闪电，闪电，你在哪儿啊？现在才想起我，这点小毛病啊，难不倒我。修好闪电飞梭，我自己就能回去，不用你们帮忙。哈哈，修好了。这点小问题，彩虹，快解锁！啊啊！勇敢的护卫队，翱翔在天空，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。